四川乐至上新精神食粮，这些军事设备帅炸天。成都1月29日电，四川乐至县陈毅故里景区近日上新一批精神食粮。63C 式装甲输送车，89式120毫米自行反坦克炮， 63A 式水陆坦克，86式100毫米滑膛炮。网友直呼这些军事设备帅炸天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备部赠送的九件退役装备，赫然屹立于陈毅故里游客中心外的空地上。阵容强大的武器装备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，看到这些军事设备，我的内心十分震撼，这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，很有安全感。前来参观的杜女士激动地说。据悉，全新亮相的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以红色文化为内核，聚焦陈毅元帅的革命实践，展出文献资料、文物实物及珍贵视频等502件，综合采用二维半浮雕、实景还原、全息投影等现代展陈手段，生动展现陈毅元帅的一生，打造沉浸式、体验式展陈空间，营造全天候、立体式、多维度的宣传教育场景。此外，春节期间，陈毅故里景区利用灯笼、折扇、五角星、向日葵等形状各异、绚丽多彩的彩灯，打造了玉泉鸿运旧区画廊、春意广场等新春节日景观，并设置了5处景观小品打卡点，供游客拍照留念。